杀手的大结局就即将来了，然后自己就非常的不舍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在拍摄的时候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对手也非常的棒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的火花，但是结局片的剧情发展其实是非常令人感伤的，然后有很多是让你想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继续追看下去。嚟紧就有剧出了是吧？对，马上会有一套反黑路人甲会播出，然后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女明星，然后她有点刁蛮、任性、可爱、霸道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角色啊。应该这样说，刚开始的时候她可能不一定很讨你喜欢，但她慢慢会有一个转变，这个对演员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，就是你的角色有转变，证明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，这样，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留意这个角色，叫庄明丽。